上次玩到哪里啊？一二三四五，这个嘛，最后一个蜘蛛，然后过河，仓库翻，这个那个打虫子，没有打到虫子就膝盖中一刀的那个烂游戏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圆球版的贪食蛇。那我们现在玩第六款了嘛？一二三四五六，那就从这边开始玩。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跳不上去啊！我它可以粘墙哦。音乐怎么这么难听啊？哇，你教我这个地方怎么过吗？它可以冲吗？哇，这好难操纵哦！一个草莓，这怎么吃到？真的很难移动哎。飞过去啊！那边可能要二段飞哦。他有没有办法二段飞啊？
没办法这样二段跳过去。啊，不行了，我手残，好难玩哦。中球！啊，撞到哪里去啊？干这个有够无聊的。Jump 开始使用，啊，Jump 要跳去哪里啊？掉直接掉下去摔死了。我那石头会自己掉下去耶。没有办法过去，我懂了。我这边要怎么回去啊？我可以再过去一点，差不多这样子吧。不行，再过去。这样一定过不去的，不行啊。第二步咧，好像可以，靠腰啊。
右边这边都堵住了吗？这边要有一个东西压着才行。是不是还不能过来啊？啊跳啊！不跳在干嘛？啊、跳的距离太短了，腿短的家伙。为什么不能跳啊？对啊，我按跳了，这跳不过来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、哦、又重来了，烦呢、欸。那、啊、腿那么短，跳也不跳远一点。那时候到底是怎么跳过来的？妈的，学那个跳真的是跳到我恼羞。不行，过不去了。重来，跳。所以这边是被挡住的嘛？那这边跳就很顺利啊。刚刚那边不知道为什么，像脑子抽到了一样。是那个控制球啊。我现在学乖了，不要从那边过去。手的东西是什么？哇！给我堵卡撑，痔疮都被戳爆了。欸，他这样也被戳到哦。
手套是可以推这个石头的，你啊，现在知道了。推。那个上面那个地方真的是脑残设计呢，难跳的要命。把那个石头送过去哦。哇！直接把它送到悬崖底下了，笨死了。卡住了，唉，怎么推不过去啊？我一开始是右边这边被锁，干，那颗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又是这种机关。过去看看是什么吧。啊，那边有东西耶。
哎。这次比较顺利哦，但是我怎么回去啊？干像发疯似的在那边狂喷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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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是在踢小王啊。不太可能啊。嗯。干孔明的陷阱。No， 啊，那节奏好难抓哦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！忘记这边是那个什么，忘记这边是需要跳的。按的手酸死了。哇，好难跳哦！哇，换另外一种方法吧。哇，不行，一定要那个推呢。
可以。对面要怎么过去啊？从这边更不可能跳哦。拿掉珠子就没有那个什么，就它就没有动力了，这差距太远了，不可能。右边一个，左边。不行，那个距离真的太远了，它最多只能跳一格的距离。这边是怎么过啊？觉得应该不是从这边，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。一喷就死了，这里。不要摔死哦，千万不要摔死。
哎，又要玩仓库翻了。我想想看这边要怎么过好了。下面还有一个挡路的，
终于过了，他妈的！干！这到底是不是小游戏啊？怎么会难成这个样子？后面根本一直在那边叠仓库翻嘛。靠腰，哎，笨啊！到底有几关呢？
将石头就掉下去了。哦，fuck me！敢玩到快关节炎了。哎呦，这判定也太宽了啦。
我怎么回去啊？干！鸡巴，你嘛会拄着？后面那个怎么这么快呀？可以了，哇！啊，那个判定好宽哦。哦，你怎么自己走下去啦？我笨死了。怎么比啊艾尔登法环还要难啊，这游戏。
哇，哎，怎么没有办法再用了？啊，这边完全不知道怎么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推哦。先把它移到那个什么
先把它移到这边来，然后让那个什么，你跳到那个下面那个板子，然后再按 X 就可以推过去了。妈的，还有卡这么久。石头要怎么推它嘞？一个按钮。这边要怎么用啊？哎，有一道隐形墙。跳下面那边应该可以。到底有多长啊？
靠腰。判定真的是太烂了。啊，它不能存哦。那我岂不是每次失败都要重来？为什么只有这一关不能存进度呢？这个样子绝对是对的了，怎么又推？
推错了。终于啊，我又是仓库翻，这里没有办法左右推啊，只能前，没有办法前后推，只能左右推。所以一开始石头往这边丢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之后嘞，
干。要怎么滚呢？
看一下虫来了。缺两颗宝石。宝石不是放在这里的。不去了，那边。那这样右边那边缺什么啊？把那宝石拿回来。
这游戏真的是困难到爆哎、欸！这根本就不是小游戏了嘛，这已经可以变大游戏了。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，才过了一半的区域而已。亮亮的灯是什么？好像也不是隐形墙啊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暂时先不用过去吧。拿到这个就可以看隐形墙了。怎么老是跳歪嘞？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干，他还会泪歌哦。没有东西，有办法用跳的吗？
拿不到那个道具。可以再击败一点没关系啊，哈，这关卡。好像不是这样子开的。那个针应该不是这个样子过的。过去要干嘛？啊，这是路哦，看成墙壁了。哇，那个时间的那个那边要怎么过嘞？慢慢把石头踩到爆了。
可以。还是要搭那个电梯才过。那边我过得去啊，那之后呢？
过去了。干！路在哪里啊？卡到那一块，这可以了吧？
更安全一点。这样也被喷到，靠背。忘记这边是拿来干嘛的，好像拿东西而已。欸，可以了。
哇，靠腰。一二三四四个都要推到定位。
靠腰啊！这颗还是应该要先推。哇，鸡巴呀！哎呀，为什么每次都这个样子的？那人物的那个动态这么不明显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该往，有没有该往前一步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颗一定要先用，然后这边跳，这边下，过去。OK，这边完成。这样不行，这样先把那个石头先用过去。这边要先过去，没错。
这应该是对的啦。哇！翻脸了哦，我跟你讲。然后这颗石头等一下就可以推到那边去。哎呀，这腿短的，腿短就不要跟人家出来冒险了，好不好啊？啊，妈的！我要靠背啊！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家伙了，我明明就没有让他跳下去，他就每次都要跳给我看。你那么喜欢跳崖是不是啊？哈，不想玩了啦。这明明知道要怎么过，啊都，每次都被游戏机制害死。欸，我不是不知道怎么过呢，我已经想好要怎么过，但是每次都被那个短腿的那个机制害死。哇！哦，为什么你都跳不过去？鸡巴，你跟着下去干什么啦？都差那么一点点。哇！我怎么推到下面那一颗？
快把流程背起来了。右，停，一二。怎么又是下面那一颗了吼？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哈，你告诉我，你妈生你这个眼睛干什么的？腿短还跟人家出来冒险，冒的鸟。我差不多这样可以吧？要说不可以推呢，可以。过了没？这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没有秘密。那七个宝物，我不知道。到底要怎么拿？我目前只拿到一个隐藏的道具而已。腿短的要命呢，这绝对不是我操作问题，跳跃有问题。哦，玩的手酸死了，干这垃圾游戏。哦，不行了，这个游戏玩太久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只玩几个啊？上次玩一二三四五，啊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已经。那后面下面那个游戏玩太久了，我都忘记这个是什么了。哦，那个雪人的了。Fuck， 一二，我才玩这一次才玩三款游戏耶。下面这个实在是耗太多时间了，没办法。首先这一次第二轮玩的这三个游戏，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操作可以的话，应该也是有不错的游戏性的。但是我手残，我没有办法。那这个撞球就纯粹我不喜欢呢，看起来就是很无聊的游戏。这个游戏我一定要特别的讲，你知道它很像什么吗？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玩红白机有一个游戏，那个名称叫做什么啊？地底大探险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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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还会哼那个音乐，它就很像那个什么，它就很像那个游戏里面的那个主角。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在玩任天堂红白机的时候，那个游戏的主角是怎么样？你明明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要拿，明明知道下面的关卡要怎么过，但是你就是会死，
你就是死在那个什么，你就是死在他可恶的那个机制下面，很奇怪哦。跳稍微高一点不可以，然后碰到一点尖山也不可以，然后稍微掉下去一点也不可以，碰到什么障碍物也不可以，他就死死死死，拼命的死。可是你知道怎么过哦，你就是知道怎么过，但是你一直死，死到你过不了，这个才是最令人生气的地方。这款游戏，他妈的就跟那个什么，就跟那一款任天堂红白机的《地理大探险》一模一样。你不要管那个仓库翻，它有一些那个什么，它有一些仓库翻的那个什么的那个谜题，的确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想。但是我不觉得，我个人不觉得它的谜题是有多难。可能你真的需要想一下，可能需要想一段很长的时间呐。但是经过一些沙盘推演以后，你终究会想到它的那个道理，它最后东西是要怎么推。但是你每次都是死在它那个手残下面，你不要说它那个腿短，你按这个键盘真的是很难控制。你就只有两个键嘛，那个一个 Z 一个 X 嘛 ，X 调查，然后 Z 就跳嘛。调查就算了，你跳，有的时候跳，你明明知道要怎么跳过去，跳的时候就发现他真的他妈的腿就很短，怎么跳他就是会给你掉下去，怎么跳就是跳不到那个定位哦。我真的是拿他是没什么办法，玩到最后一肚子火。还有他那个 X 的调查，我必须说他的 X 调查判断的真的很没有精准。好比我刚刚在最后那一关两颗石头粘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明明就是要推上面那一颗，他偏偏给我推下面那一颗，好几次都这个样子，害我整个全部都要从头来过。哇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这个游戏真的是魂系仓库番的代表，你知道吗？魂系仓库番玩起来就整个很混蛋的那一种。他还要我去收集那个什么隐藏的娃娃，我七个才收集一个，我知道有一个在那个尖后面啊，在那个尖山真山后面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拿，我不想去拿了。这个游戏我玩得很恼火，手又很酸，玩的头又很痛。我好在我是最后破了，还算有一点成就感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你直接把它独立拖出来，然后给它卖个大概二三十块、三四十块，我想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什么，有一定的那个游戏性，给它放一个成就上去嘛，它就是一个我很完整的那个益智 game 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把它夹在这个免费的那个游戏集锦包46合一里面。光是这一款呢，我就觉得46合一这个免费的小游戏包真的就是超值，超级值得啊！但是值得有两种，一种是值得的好玩，另外一种是你觉得它值得，但是它值得的是不好玩的那一种。我是觉得它应该是后面那个啦，但是看人见仁见智啊。有的人觉得破这个，这个游戏很值得啊，然后也很好玩啊，说不定就是有这种人。但是我是玩得很酸啊，玩得头很痛啊。但是第二轮如果叫我再来过 speed run 的话，说不定那种感想就不一样了。我还没想过那个要去找那六个娃娃，说不定有比较多比较特别的结局。但是我不信任他，因为这是一个小而精巧的游戏，它的容量没那么大，就算找到六七个娃娃给你找齐好了，他可能也跟你说，哇，你好棒棒哦，恭喜你找到七个娃娃，达成了隐藏成就，耶、yeah, ，然后就这样没了。浪费我的时间，我不要再过了。下面这个是什么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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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游戏时间实在是太长了。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来破吧，这次就玩这三个就好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了。